成功，信守承诺，留无保留，留无保留，信守承诺，信守承诺，留无保留，留无保留。这件事情的能量，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拉高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重启这个都委会，然后可以保留这四户这样。那这个绝对有正当性，因为行政院长他当时不是口头承诺，他是一个正式的公文书，这个在行政法上是一个正式的行政裁决。那更何况这个在都委会也有一个可以保留的审议通过的，所以等于是政府自己先承诺在先，后来又做了一个矛盾的决策，毁诺在后这样。那第二点就是说呢，各位可能会觉得说，我们为什么还是要让他抬走，或者是我们要不要这样就散了就好了。这个不是说我们喜欢被抬而不被抬，而是我们在这个行政院门口，这里是一个禁制区，平常是不准游行，只能够集会陈情的。我觉得在这里展现我们的声音就是有一个意义了，因为集邮法本来就是人民的权利，我实在是不懂为什么这里限制那里限制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展现我们的声音，而且我们要持续坚定的发出这个声音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即使被抬走，我们明天还是要回来这里这样。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没有人有把握，就是说这个案子最后会走到怎么样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穷尽我们所有的力气，不管是今天在这里的行动，或者是去 FB， 或者是你刚好认识江宜桦的小孩，这当然有点开玩笑，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江宜桦说不定曾经是你的老师啊，用老师的身份写信给他，因为现在这个症结如果要解还是在他的身上这样，所以我们就要加油。现在是刘正宏决定要拆，可是这是一个行政的裁量，那能够扭转这个结局的必须是江宜桦他们指出来说，这确实是有争议的嘛，第一个是他不符合行政院长的承诺，因为那是他的职权，第二个是这个案子也还在诉讼当中，所以他可以要求他暂缓，然后重启这个都委会的程序这样子，所以要拆的决定是刘正宏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写刘正宏裁量自国化，那我们还是寄望这个江宜桦，因为院长不管他是姓吴或姓江，他发出去的公文书是一致的啊，他都还是行政院的裁决，所以我们希望行政院的院长不管他是谁，他就是要信守承诺。排列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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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靠上来，排列往前，靠上来，这边这边这样，人民愤怒，信守承诺。人无保留，人无保留，信守承诺，信守承诺，人无保留，人无保留，豺狼治国，豺狼治国，人民奋起，人民奋起，豺狼治国。下面一位老师，一位老师，你们都是大学的老师，希望你们注意到学生的安全，你们引导学生赶快离开天生的天生的。不要在这边一夜逗留，两天一夜，我们只能完全尊重各位言论表达的自由跟权利，但是希望各位还是遵守社会的秩序。第六次举牌誓词，希望你们立刻停止违法的行为。现在时间：中华民国102年4月5日凌晨4点钟。来，请你们赶快回家，来，人先把这位下来，来，人请上来，来，自己先起来啊，将蓝色的啊，这位受伤了。来，这边。
建造成了，建造成了。来，这个通道这边。建造成了，建造成了，人物保留，建造成了，保留，建造成了，人物保留，建造成了，人物保留，人物保留，建造成了，人物保留。站起来！原物保留，尽守承诺。原物保留，尽守承诺。原物保留，尽守承诺。原物保留。建好了，张大哥没事了。我们一把带往警务处所三角石进行盘查。我也不，你要不要离开？我也不做啥歹代志，我咧做，就安尼办迄落，对不？来，先小姐，请你们先行离开这一块区域好吗？我们要公告，我们现在执行公务，麻烦一下，来收证。好，再麻烦请你们配合。麻烦请你们配合一下，请你们配合。哎。不是有个工具吗？